Please welcome. 拉米尔之前是一直是有肩伤。中国少侠，Pu Dongdong。 Pu Dongdong 因为手腕伤啊，一天半的时间没有比赛了，很准啊。哇。 Pu Dongdong 的整个力量很大。 拜登海能抓住龙拉威踢腿的一个空当啊！连续组合。哇哦，高扫漂亮！现在双方的节奏已经加紧。四川卫视《峨眉传奇》今晚10:30与您不见不散。